我要上去买手摇船呢。啊，记得一台船。我都认不出我自己是哪一个。我们几个一台船，他们没有讲。真的蛮晃下来的时候。我们在前面就坐那了。他们的楼梯还有更好。我刚没有刺激到。我刚没刺激到。因为你在旁边，我一直在看那个手机。那我们几个手机比较多，手机比鱼多。真的有啊？有鱼啊？有啊，就小小的在旁边吃东西。哎，真的哎！快艇又来了，快艇又来了！喂！要换阿妈是安尼。保险保上济了，保护节。原来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对，他这里的结束，然后他接我们。哎，小明哥帮我们到。来啊，在录了哦。为什么我的还不平衡？对，真的丑歪的呀！很多老鹰，很多鹰，都是老鹰哦。对对，那个翅膀没在动就是老鹰。注意一下手机啊！老鹰都好强大。我这手机剪掉的话，哇！下去就剪不到了。不要换了，没关系，继续换。我要看莎莉的表情。呜呼！然后莎莉就喷出。哎，在录了，在录了。哦，这里二十多米深。哦，阿水你好帅，阿水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自由引导啊。你好，这里的那个鱼比较少，手机相机的很多。哎，你鱼的多啊，你小心这个。小姨妈的，小龙。哇，两个船都拍到了。哎，莎莉，看你下了，不要那么紧张啊！莎莉，你们怕？他真的会怕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你放心。这里，跳下去。莎莉，你左边没的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有穿这个背心，绝对没事的。真的很晃，我真的觉得我没事的。你在小明旁边就什么都好，因为他会游泳。那个好大只哦！哎，那个好凶哦！好大只哦！那猴王，猴王。他叼什么？他叼他的猴王啊！没人敢去躺他，有没有？猴王。哎，猴王在那边呢。哎，好大。猴王在那里哦。在哪里？骗人，没看到。没有。哎，那里真的有一只哎，树上。上面一只还是猴王。哎，他在抓羊。啊，他好凶哦！有看到了。一清二楚。他们都不怕人呢。哎呀，好小哦！他来拿香蕉哎。你想要找食物？没有食物就走了。他说我们很小气。他们是红屁股的，那个是很多种。我觉得自己滑感觉比较有趣耶。那你去吧。不要啦。Thank you.
人头上啊，对，欧洲的人头上很漂亮啊，对，那边的是欧洲的人头山啊，有那个眼睛啊，有鼻子，有胡子啊，对，中间那边的那个，完了是长头发啊，来那个秃秃的那个鼻子。对，上来上去的那个四百，下来的是四百，总共的八百。对，再看一看，把中华啊，中华自己开动。